別れて探せ。这应该是白武光城的队伍，他们赶过来了。真下去不行，傅斌，但是他有麻烦，押回基地。走，小心，走，喜乐，走。古斯卡，是不是就因为这个盒子，你的族人全部被杀光了？你别难过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以后，我就是你的姐姐。
给你找药，来。 挺住，很快就到了。不行了，我要回到大地母亲的怀抱，在那里很舒服。我看到了我的父亲，我的族长，族里的孩子们在玩耍。 Куска! Куска! Куска!